了促进团员间的情谊、学习新知，飞华青年服务团总团部首次举办咖啡101研习班，吸引将近了50位服务团成员报名参加。那么学员们不仅学习冲泡咖啡的技巧，也借此增进彼此间的交流。空气中弥漫着咖啡香，总能让人舒缓紧张的情绪。飞华青年服务团总团部在马齿咖啡厅首次举办咖啡101研习班，吸引了50名团员报名参加。飞华青年服务团团总部学艺组组长叶秀妹说，举办这次活动目的就是要借由咖啡拉近团员间的距离，培养感情。今天是我们飞华青年服务团首次举办泡咖啡的活动。今天的课程是教人家三种不同泡咖啡的方式。我们办活动主要的目标是促进团员之间的交流，尤其是我们今天的报名者有母子党、有情侣党、有姐妹淘等等，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借这个机会让他们有培养感情的机会。咖啡讲师从咖啡历史起源、冲煮方法及咖啡味觉感测技巧一一仔细解说，学员们个个专注聆听，勤做笔记。随后在讲师的督导下，学员也分组以法式绿压壶、爱乐压与塔利卡手冲壶等三种方式冲煮咖啡，也细细品尝香浓的咖啡。在三个小时的密集课程中，学员都学习到咖啡新知识。这次让我们学到很多怎么品尝咖啡，怎么去弄一些咖啡，以后有机会希望多举办这种活动，多让我们多多学习不同的东西。整场活动在叶秀妹和讲师颁发参训证书给所有学员后温馨落幕。台湾宏观电视王永兴，菲律宾马卡蒂市采访报道。